渔夫得来的粉丝啊，已经问了，在苏州六个地方吃面最灵光。今朝我就得大家交代三杯面馆。第一杯，西北角浪的朱红星焖牛面12块，阿里汤底的？哪个汤馆？风筝大牛面啊，就得18块。虽然焖肉吃得有点薄，汤底下的盐还稍微有点多，台子浪向内边有点油脂夹冻，对比个性价比高。反正呢，还留得了一点苏州本地回头客。最主要是往前头走10分钟，随时真正有狮子林景点旁边吃油，打进挨个门堂子，谁还吃三五？那么余总你也讲着，你难得在苏州来一趟，不怕用铜钿，谁怕没地方用铜钿？那么蛮好，第二杯高松街面馆带子。环境要米得好，高地更高好。两个人进去，不穿脱个一日天退休工资，非也想吃饭子了出来。可能也有人也讲着，还有六个地方，这还焖肉么厚点，汤么口点，面么硬扎点，台子浪么清爽点，米台么正宗点，高地么适中点，这还么离市中心近点，吃饭肚皮么逛起来方便点。那么第三杯点凤鱼鸡蛋子。从店门口穿过马路，这5分钟随时赶上的。哎呀，一个朋友还是来了一家。哎呀，实在是个喂，来了呀！你哪会得选择挨得来吃米个家？你还来个快了呀？店内开个，来个焖牛面，米饭啊，阿里汤底个，来了还玩？哎呦，我碰到粉丝了，耶、yeah, ！来了呀，挨过来还得来美女，有点像山羊子个。你来了又是山羊子个，我跟你讲啊。半夜做面呀？对了，凤梨。吃一半块，半碗什么？不是的，不是半夜吃半块，反正来的奶奶吃面家。你来的？我找我在外头的。来了，米蛋呢哈？啊，老弟开开呢？啊，米蛋呢哈？没鸟来？啊，那声音啊没个叫，估计三点是不磨气。吃这个总归香香吧？米蛋呢？快讲。你也给我讲一讲，你是来的吧？